鸟悲剧，白日依山尽。怎么了？停车坐爱枫林晚，帮我翻译一下。你翻好了，你翻。你的那个，你思想比较不龌龊。欢迎收看《波波接地气》。小时候背的唐诗，你还记得几首呢？我们今天就要上街去跟路人赢得一首好诗，走吧。你还记得小时候背过哪些唐诗吗？我中文很差，你确定？可是你今天的穿着很像从古代穿越来的。喜欢穿汉服，但不会背唐诗。白日依山尽，春眠不觉晓。都是很经典的。你还记得唐诗有分哪些类型吗？七言五律、诗跟绝句。七言五律、五言，我不知道，就是这种。就是啊，你干嘛那么心虚？这些的组合吧。对，那你知道绝句跟律诗的差别吗？五个字吗？七个字。律诗比较长吗？几句跟几句？这有点太难了。这我不知道。律诗。八句吧，然后绝句是诗仙是谁？李白吧，好像是李白吗？李白啊，诗圣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王维、杜甫、杜甫、杜甫吧。诗佛呢？有诗佛吗？伟哦，王维，王维，诗王，但他又叫诗魔。李后主吗？三个字的，你有认识的吗？白你说什么？我没有，开玩笑的。答对了，啊、对了。哎三进，好嗨热啊！欲穷千里目，最后一句总会了吧？什么什么一层楼，好淡呢，更上一层楼。希望你的国文可以更上一层楼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，碧山尽吗？还是碧书尽？碧书尽。孤帆远影，碧山尽，唯见长江天上流。天际流，床前明月光。我吃便当吗？不是。床前明月光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红豆生南国啊，我没听过。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为我采撷，此物为何物？你说问世间情为何物吗？愿君多采撷，此什么最相思？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巴掌声，夜来巴掌，风雨声啊，处处蚊子咬，是不是？夜来，没有听过，八几只啊？不是，夜来八几只，夜来，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？松下问童子，连诗才要去，然后就不知道他老师去哪里。我知道他说他不在，无诗才要去吗？闻诗才要去，在四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天山鸟飞绝，白日依山尽。怎么了？天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。没有，就万径人踪。孤舟什么的？蓑笠翁。哦。独钓寒江雪。朱雀桥边野草花。不知道。朱雀桥边野草花。乌衣。巷口夕阳斜。竟然有你不会的。朱雀桥边野草花。乌衣巷口夕阳斜。哎、欸，你音还对，夕阳斜。那时候有被老师刁。就那个斜要念斜。对对对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独在异乡为异客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遥知兄弟登高处。遍插你我一个。就是少一人，对，遍插你一个。茱萸少一人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那这是什么节日的诗？端午。重阳节，那你记得诗名吗？九月九日忆什么兄弟？九月九日什么忆？忆山，什么东西的？忆山是什么？忆山是谁？什么九月九忆山东兄弟吗？啊，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，答对了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这好难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。吊客船，吊客船，吊客，吊客船，吊客船，上面很多吊客，是不是？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啊，完全不记得吗？少小离家老大回，这是什么？你没听过吗？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回到家乡，然后小朋友都不认识他那句，对不对？来，让我想想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少离家老大回。可是第一句啊。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，不是儿童，儿童相见不相识。对，要问客从何处来？清明时节雨纷纷。什么行人欲断魂？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这首我记得怎么唱了？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。
我觉得蛮准的啊，你怎么是音痴？我觉得超不准，蛮好听的哎，蛮好听，对不对？他也点头，他也觉得好听。不敢。有那个味道，慈母手中线，我知道，游子身上衣。哦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？寸草生。心报德三寸，报德美人归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锄禾日当午，这你没听过？汗滴禾下土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啊！很棒，这个必须得会。小时候只要没吃完饭的时候，就老师就说：“粒粒皆辛苦，粒粒皆辛苦，对对对，饭掉在外面，粒粒皆辛苦。”粒粒皆辛苦，这句最常被讲。朝辞白帝彩云间。千里江陵一日还，两岸猿声啼不住。青，只缘身在此山中，那是另外一首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青中什么万重山？停车坐爱枫林晚，帮我翻译一下。停在那边看风景，做爱做的事不是做爱啊。停车啊，快快啊，到晚上停车，然后那个。天色已经晚了，坐到天色已经晚了。19，这个应该车震的始祖吧？突然开车了啊！车震嘛，你翻好了，你的那个你国人造句最好，你思想比较龌龊，你比较龌龊，他比较不，我要听一个龌龊版。你讲啦，龌龊就是你了，你讲，不会。好，你好啊，你讲一下，在车上做爱。然后坐到傍晚，坐到晚上啊，那正常版，我都想不出正常版了。古人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所以他们就只能做爱。对，你不要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我没有一本正经胡说，这个是事实。好了，好像是，他原本的意思是说他停下他的马车，然后他坐在那边欣赏他最爱的枫叶、枫林这样子。哦，不认同是不是？晚上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有葡萄有美酒，然后呢？还有夜光。欲饮琵琶马上催，然后马上吃肉，马上吃肉你就去吃就对了，这样子。琵琶是乐器啊，还是真的是吃的琵琶？还是琵琶膏，因为它是欲饮啊，欲饮琵琶。应该不是吧？那个年代有琵琶膏吗？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所以他在他的那个地方已经醉倒了，君莫笑就是你不要笑我醉倒了。就如果我现在出征，我醉倒在沙场，你不要笑我。那蛮好笑的。对，去打仗还喝酒。还喝酒，喝酒不骑马，骑马不喝酒。天山鸟飞绝。人家以前小时候唱过这些东西。你有唱过、哦？小时候我们有歌这样子，诗词吟唱这样子。对 对, 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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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。我小时候也会唱，有唱过什么金缕衣吗？好像有。你跟我版本是一样吗？圈举摩西。金缕衣，哎，好像是这个版本，是吗？是吗？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千军西去，少年时。你现在几岁？19。20。学长学妹吗？不是哎，朋友。真的吗？你们今天穿很像情侣装哎，不小心。哦，不小心的吗？有机会发展吗？我的职责就是让大家感到尴尬。好，祝你们之后有机会发展这样子。因为像在唐代的时候，唐之前他们有一个手势就是叫万福礼，然后我们是两只手嘛，然后抱起来以后，对，这边比一个六，然后手是这样子。等一下，我有点障碍，这样，然后这边比六，就是、你的左手是比六，左手比六嘛，左手，然后右手是这样直直的，然后抱在你的大拇指上，就三只手指放在大拇指上。这个手势，然后就是直接这样敬礼，就是男女通用，男女通用。然后你可以讲一些吉祥话，或是更加谢谢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